这是十年前莫拉克风灾后男子纤细的模样。隔着一座山的老农溪流域，同样承载上千公里降雨，流域周边的原住民部落岌岌可危。当年等待救援的居民在新发大桥断桥头以醒目的红漆写下求救讯号，并每天更新死亡人数，让所有人揪心不舍。高平溪上游的爱劳溪流域同样遭到土石流摧残，好山好水的风光一夕之间全都变了调。为了及时抢救受困灾民，空中勤务总队张顺发、王宗立以及黄美智三位教官顶着恶劣天候来回奔波灾区，直升机却不幸失事坠毁，湍急的爱寮北溪成为他们的长眠之地。翻越中央山脉南段，是日本溪太麻里溪的发源地。8月9日中午，日本温泉区的金帅饭店在众人的惊呼声下倾倒，瞬间被暴涨的日本溪水吞没。位于太麻里溪斗里溪旁的加兰村，91户人家遭大水冲毁。太麻里分驻所姜文祥与许金次两位巡官连夜通知居民紧急撤离，连人带车坠入溪中因公殉职。因为豪雨不断，东部山区处处野溪暴涨倾泻而下，纳宝山更形成长达1公里的大崩壁。十年来透过卫星遥测与科技监控，我们强化了豪雨的预警能力，预知水情变化。然而学会承受剧烈的极端气候，不该是世代唯一的生存法则。山林从来不曾辜负人类对冒险的欲望，人类回应给山林的不该是贪婪与无止境的破坏。